Jenny， 好对唔住，我真系唔可以留喺你身边。我一见到你，我就谂起个衰婆点样抛弃我。咁样整下整下，连我都会黐埋线噶。Sorry 啊 ，Jenny。 我唔见咗亨利啊！边个亨利啊？我衰过只狗啊！头先我摆咗喺度，佢出一声就唔见咗啦。你有冇搞错啊？佢哋两个闹交唔关佢事噶，做咩摆低佢啫？我知啊，你而家同我去揾佢先啦。亨利，亨利，点啊？紧急揾唔到啊，唔知系咪俾人偷咗啊？哎呀，最衰都系你啦，摆低佢。我咪讲 sorry 咯。 咁样梗系一生一世责任嚟噶嘛？你点可以咁样嘅啫？如果你当初系唔想养佢，你就唔好买，买完之后你又唔理佢。唔系我想买系个衰婆想要嘅咋？你仲赖？亨利，亨利，你在边啊？吓死老豆啦！对唔住啊，老豆以后唔会掟低你噶啦，乖啊！哎，洗个老豆先。亨利系个衰婆， 叫我买嚟送俾佢嘅，所以我一见到阿亨利就会谂起个衰婆，我就应该好乱，都唔知自己想点。你觉得你为咗啲咁样嘅女人搞成咁，值得咩？啊？唔系嘅，有阵时我觉得我衰婆系闹得我啱，好似今朝佢塞个 passport 喺我只手度，叫我撕烂佢，我都唔够胆，我真系好冇用。你唔好傻啦，就算俾你搣烂本 passport， 咁又点啫？ 佢会唔会觉得你好有用，留低唔走咩？吓、啊，咁样起码证明我有咁嘅勇气，我唔会俾佢睇死啊！你唔好黐线啦 ，Kimchi 黐落上进度啊，完全系因为佢啲钱咋，同其他嘢系冇关噶。你想追翻佢，除非你发达啦，到时佢扑都扑到翻翻嚟啦，你惊咩啫？ 喂，一个人喺度饮闷酒，唔系为钱银银，定为女人咧？我嘅直觉话俾我听，一定系为女人嘅。如果咧，即系你发觉你中意咗个唔应该中意嘅人，咁会点啊？有边个系你唔应该中意嘅咧？吓，喂，即系假如啫，可能啫，可能即系啦，我哋咁熟，呃我定到啊，快啲讲啊！ 而家时时刻刻喺易少身边，而佢又唔应该中意嘅女仔，我知啊，花荔枝。黐线咁乱讲啊！诶，不如系啊，易少唔会中意个傻妹啊，一定系第二个。啊，系，系我估错咗。咁但系既然唔中意都中意咗嗰个女仔，咪直接啲话俾人听，你冧佢睇下佢点咯。易少咪讲咗话个女仔唔应该中意咯，唔应该中意又点直接同佢讲啊？讲得易少讲咗啦，使乜你教？哇，咁都好惨啫。 系几惨噶，啲学剧识得好做噶啦，好似有绝症咁。咁唔好彩啊，仲要成日对住嗰个你中意咗又唔中意得嘅人咁大件事，咪一日到黑五外翻腾，小鹿乱撞咁样，即系命都短几年啊！唔系啦，瑶少，你觉得两条路行，一系你令个女仔消失，一系就你自己消失。点解奕奕仲未嚟噶？ 打电话俾佢又唔听，唔系啦，瑶少，你觉得两条路行，一系你令个女仔消失，一系就你自己消失。唔该，安迪生啊！ 等我嚟，花家姐。奇哥。哎呀，咁乱尽嘅。
姐上车啦。爷爷仲未嚟嘅，佢咪讲过唔会帮手咯。系啦，有我喺度得噶啦，上车啦。乖啦，上车啦。北美的朋友仔，快啲 follow 北美 TVB USA 官方频道啦 ！TVB 精彩节目片段每日更新，随时随地追贴节目同艺人消息。